那水
上不为礼，阿弥陀佛。大众请坐。净土集，印光大师华语精华。尊敬的孙会长，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是我们泰和净宗协会举办2017丁酉中原祭祖护国习斋系念法会第三天，今天就圆满了。现在这个时间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印光大师华语精华。昨天我们学习到第七条，第八条讲的是护国习斋根本方法在念佛。念佛不但啊是为了求生西方净土，对于我们现前啊消除业障的力量是无比的巨大。这是祖师啊特别给我们开示。今天接着我们学习第九段。九，真正念佛之人必先要贤学纯诚，顿伦敬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尤须明白因果，自行化他。那么第一句啊，祖师啊给我们开示，要怎么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来修学，这个条件啊标准就是此地讲的。啊，我们能够贤学纯诚，顿伦敬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明白因果，自行化他，那就是真正念佛人了。如果祖师此地讲的开示我们没有做到，那只能说念佛人我们是在念佛，但是还不是真正念佛人。那么真正念佛人这一生决定往生西方净土，那么念佛人那就不一定了啊，要看临命中啊最后一念。那么我们希望啊有把握啊这一生往生净土，祖师这些开示啊我们一定要留意啊，不能啊疏忽看过。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如果疏忽了，那可能这一生啊，我们又是跟净土法门结结缘啊，往生净土啊，又要等来生来世、来生后世啊。那么，要做一个真正的念佛人啊，首先啊，必先啊，就是必须先要啊，贤学。纯诚顿轮净慧，这是讲伦理道德。那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因果教育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常常在提倡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教育，这是普世的教育。人天善法，出世间的善法也必须建立在人天善法这个基础上。这个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很明显给我们说明。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疏忽。那么什么叫贤学呢？什么叫纯诚？什么叫顿轮？什么叫净慧？我们这个文字啊，看的会念啊，也会讲，但是啊，里面真正的意思啊，我们现代人没有学习过传统文化的人，实在讲啊，也不能够理解。在印光祖师那个时代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虽然啊，渐渐啊，疏忽传统文化啊，但是毕竟啊，接受传统文化的社会大众还是绝大多数。啊，像我们老和尚这个年纪以上的啊，都有接触过，都有从小啊读过儒家的书。三字经、千字文啊，弟子规、四书五经啊，道家感应篇、老庄，这些传统文化的典籍啊，那个时代从小都读过、学习过，老师都教这个，这是国家的主流教育。所以印光祖师啊，这样提出来啊，对当时的这些莲友同修一提出来啊，贤学纯诚，大家都知道啊，是什么意思了、啊，什么道理啊？啊，因为大家都学习过嘛，啊，只要一提醒，大家就知道了。那么现在我们没有学习过啊，那祖师这样讲。这个智慧念，但是不懂意思啊。那什么叫贤学呢？啊，我们从这个字义上来讲啊，贤就是贤学，就是心里不要有邪念。那怎么样才是没有邪念呢？总认为啊，我的心都很正啊，啊，我一点都不邪啊。现在人啊，就不明白了。
往往啊，把这个邪知邪见、邪的思想，认为是正确的，这在现前这个社会啊，非常普遍啊，因为啊，没有受过活菩萨圣贤的教育。现在呢，整个世界社会大众啊，都受到邪知邪见的误导啊，所以什么叫玄邪啊，根本就不懂啊，把邪看作正，正看作邪，错了啊。因此我们根据祖师这里开始，玄邪存成这讲修心呢啊，就是儒家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从心做起啊，这个心要导正啊，这个圣贤教育的宗旨就在这里啊，我们心有偏斜了啊，赶快给它调整回来啊，在正道上面调整到正途上来啊。但是我们没有读这些圣贤书啊，往往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偏斜了。因此啊，我最近也看了雪庐老人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经教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的《论语讲记》啊，还有《常理举要讲记》啊，这两部啊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来学习。雪庐老人九十几岁了，再讲伦理啊，以前六十几岁啊讲过，后来九十几岁再讲。那么在讲记里面呢、啊，他老人家对台中联社的联友讲，为什么九十几岁还讲伦理啊，就是帮助大家呢念佛往生西方啊。他到台湾呢、啊。38年，在台中教学38年。第一个10年啊，念头往生的莲友是最多。啊，第二个10年啊，就比第一个10年少了。啊，第三个10年啊，那更少了。啊，是什么问题呢？后来发现啊，没有基础。啊，没有人天小乘的基础。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啊，没有儒家道家的基础啊，所以念佛啊往生的人越来越少啊，念佛的人是很多啦，但是往生的人很少啊，1万个人难得有2、3个往生啊，不成比例啊，发现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在讲《常理举要》啦，这个伦理教做人啊，做人这个脚跟没有站好啊，要向上提升，要超越啊，很困难啊，这是他老人家慈悲。所以以后有机会啊，我们这个李老师的《伦理讲记》啦，啊，这个《常理举要》啊，我们还是要来学习，啊，希望啊，我们有时间来学习。那么玄邪存成啊，就是思三百，曰思无邪，《诗经》啊，
原来有1000多首，经过孔老夫子三殿啊，剩下300首。啊，思啊是导正我们正念的，不要有邪思邪念的。那这几天啊，我那天从台湾过来啊，在飞机上啊，看这个《伦理讲记》啊，刚好看到有关思，思无邪啊，思人的思。这段呢、啊，我来念一念呐、啊，跟我们现场同修及网络前同修，大家来分享。那么这个是在伦理里面啊，子曰啊，兴于思，立于礼，成于乐。啊，我把他这个讲义啊念一念。吾讲伦理注重道，若文字有离谱的，也必须说。太薄篇中有若干讲不通的经文，吾必须说说。那么这是在伦理太薄啊这一篇啊第八段啊，有四句。子曰：兴于思，立于礼，成于乐。此章一书说，会士又听不懂，所以你们只要听吾讲。因吾也是依注子说，用说时用白话讲，必须使你们容易懂。那么写入老人啊，讲得很白话啊，都不用文言，怕大家听不懂。国家第一步必须讲生活，国家政策首先要令人民不饥不寒啊，那这个是也是我们佛门讲的啊，法轮未转食轮先。先填饱肚子，再则呢，要紧在教育，先树之，再须护之，再教之。人民不受教育，不知所从。人民啊，没有接受教育，那这个教育我们要听清楚，不是现在学校啊，是圣贤的教育。教育在教人有本有末。昔日吾看历史，孔子杀邵正卯，此人未犯罪，是鲁国的文人，如今日胡适啊，这个胡适很出名的。孔子一当如斯寇，杀这位全部人都恭敬他的人啊，指出他的罪有五啊，有五条。一，心逆而险；二，行僻而奸；三，言畏而辩；四，记丑而薄；五，顺非而直。刚开始时这五罪记不全，学佛后依五戒十善身口意三业便记住了。那学入老人啊，学的佛啊，啊，以前啊，这个五条啊也不好记，学的佛啊。用这个五戒十善的、啊、来对照，那就容易记了。啊，这五条也是三业啊，口业是非而直，言为而辩。啊，这叫邵正卯。身呢，行僻而奸。啊，这个行为呢，很怪异。意呢，记丑而薄，心逆而险。学问很好，但心呐、啊、艰险啊。这是讲邵正卯啊，那很多人呐、啊、都听他讲经啊，那、啊、他也讲，他讲的听众啊比孔老夫子多啊，啊口才好，学问好啊。孔子很多学生呐、啊。也都不听孔子的了，那跑去听他的了，听邵正卯的。
这个依三生口意三列分析啊，所以能记得邪佛有助于邪儒，邪儒有助邪佛啊。这个邪佛佛法帮助邪儒家的这个圣贤之学啊，邪儒家的传统文化也帮助我们邪佛啊。你看过去的出家的在家的祖师大德啊，都是佛跟儒都通达。邪儒的正道者多，如宋陆象山，宋朝的陆象山，明李二曲，明朝的李二曲都是。邪伦理有助往生，人生难得，人格若不够，未有能正果的。这是邪儒老人啊，很慈悲啦，九十几岁还讲伦理啊？为什么呢？台中莲社都是念佛的莲友啊，念越念呐、啊，往生的人越少，发现没基础，所以邪伦理啊，帮助我们念佛往生。那么也就是说，人生难得啊，我们这个做人的人格如果不够，那怎么能做佛呢？这是给我们讲这个，人为本位，三业以义为主，邪佛要你改心啊。这是讲到身口意三业啊，我们念三十七念忏悔记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重生以义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啊。所以这个义是主导的，主导身口去造业，造善造不善的义在主导。那么邪佛就要从心理上去改变我们的心理啊，符合佛菩萨圣贤的教导啊。忏悔不是贿赂佛啊，不是去巴结佛菩萨啊，那不是真忏悔啊，是要改心啊，在佛前发愿啊，我要依佛的教导改正自己的错误的思想。教义首先在正心术啊，这个教义啊，首先在正心术，就此地讲的印主开始必先要贤邪存诚，就是正心术，你心要正啊，你心不正了就邪了，就偏了。昔日上学首先念三字经，人之初所为人，后来啊人手刀尺也教学做人，性本善本性啊，这三字经讲的，从前教育先教心性，因人是佛者都会有意识啊。那人活在这个世间啊，人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意识，如十二因缘说啊，这是佛在十二因缘经讲的，出生时处不变好坏，后来才有爱起便有业，如小孩一下生就爱吃乳爱吃糖而不吃辣，就是有分别啊，出生下来啊慢慢啊就有分别了。这个详细在十二因缘经，性一动便是情啊，这个心性，那么这个性如果一动就有情，情感这个情，那么有情就有喜怒之情，有欢喜有生气，必得使他归平极，归平极中而到一范围有目标啊，这就是大邪的格物致知成立，不叫意乱走啊，就是我们这个心里啊不要让它乱跑啊，好像呢性一动那就牵动我们这个七情五欲了，那一动呢你要有去控制
啊，没有控制啊，他乱跑啊，好像我们开车啊，车一发动，那你方向盘要抓好啊，你不能没抓好让他乱撞啊，那就危险了。啊，我们控制这个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要有一个范围，有一个目标啊，不要乱撞。啊，没有目标方向。那七情要如何收敛法呢？七情要怎么收敛呢？啊，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个七情怎么去收敛呢？那么就，所以定有理节。啊，就从身口这个礼节啊，来规范。啊，所以常理即要啊，就是讲这个。啊，如果没有个规范了，那就放纵了啊，自己呀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就乱了。七情就是事啊，这佛经的讲的这个意识心的事，事定于一处便是智。我们这个意识心呐，啊，心猿意马，啊，胡思乱想，啊，现在把它锁定在一个地方，那锁定在一个地方啊，这叫志，志气的志，志这个志啊，上面是一个士农工商的志啊，下面是一个心，啊，受过教育的心，啊，你受过圣贤教育这个心，你的志向。就有目标了啊，就不是自乱了，啊，乱了就没有目标方向。啊，有志向、有功夫的人，啊，这个受过教育，啊，传统文化的教育，生而知之者至于道啊，一般人办不到啊。这个是我们佛法讲再来人呐，啊，那一出生他就至于道了，那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啊，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啊，一般人办不到，所以要定理啊，要个规范。那佛法讲戒啊，儒家讲理。我们遇到外面的色身等都会动啊，具体为财色名食睡，一般人不禁止。一般人啊，他不懂得去节制啊，所以礼节，礼节，礼是一个规范，节是一个节制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不能太超过了啊，也不能不到啊，要适中啊，这在合乎理啊，所以财色名食睡呢，你要有个节制啊，不能过了。佛罗汉都不睡觉啊，普通人办不到啊。那这个佛呢，不吃不睡都可以啊。但是佛示现在人间呢，他也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要去托钵，也要吃饭，也要休息。啊，实际上啊，他是不需要啊。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必定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这个我们当然凡夫办不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此是理。我们这个心情啊，喜怒哀乐这个情绪没有发作之前啊，这个时候心是综合的，终结啊，这个就是理。啊，那么希望讲心于思啊，思是讲什么呢？就是讲你的志向啊，你的志向啊，从这个吟这个思啊来表达。子曰：“心于思。”啊，下面呢，写入老人讲。七情一发动，定住智，
是引导你往这个范围走。那么我们喜怒哀乐爱恶欲啊，这个七情一动啊，一动啊，那我们给它锁定在智啊，那这个智啊，就是从理来规范。那么思引导你往这个范围走啊，人必有言，思言智。七情有善有恶，若志向圣人为定的目标，这个七情啊，有善有恶。那么如果以圣人为目标啊，圣人是有善无恶啊，所以思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啊。这个孔子啊，把这个周朝以前这个历代这个诗啊，一千多首啊，把它删节，这个好的纯善纯净的留下来三百。那这三百首诗呢，它的内容啊，核心就是思无邪，你的思想啊没有邪念，没有偏差啊，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情啊，都是正的。从前中国小说也有黄色小说戏曲，但结果都是福善祸淫。不要点看淫戏，以保存阴质，淫戏也含有道，但是国家是禁止的。那这个是讲有一些淫戏啊，那这个当然啊，演这些戏到最后啊，这个是邪淫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们一般啊，不点看这样的戏啊，是保出我们的因子，因子就是应得的啊，所以这个淫戏它也含有道啊，也就是教化社会大众的啊，但是国家呢是禁止演这些的啊，但现在都是开放了啊，这个禁也禁不了啊。这是我们自己啊，要去这个遵守啊圣贤的教导啊，我们没有那个功夫，还是不要去接触。诗经中没有啊，那在诗经当中没有这些淫戏这些的，没有啊，所以诗无邪没有。到了汉魏六朝还极文雅啊，到了汉朝啊，三国啊，那个时代，到了六朝啊，这个诗还是很文雅的啊，因为诗三百是以前呐、啊，孔子删定的。那后来的历朝历代呢，诗人啊也都有作诗啊，都有作诗。那到了六朝呢，汉魏六朝啊，这个诗还是很文雅。啊，就是还没有太离谱，没有很离谱。唐诗男女的诗就多了啊，这个唐诗啊，啊，现在呢，我们一般念的《唐诗三百首》啊，这唐朝人做的啊，这个唐诗呢，讲男女方面的就多了。啊，男女方面的诗就很多了啊，但是呢，他也不是淫诗啊，不是教人起邪念的啊，只是啊，谈到男女方面的啊，这讲唐朝盛唐那个时代，晚唐便不行啊，晚唐就是唐朝末期啊，那个时候诗人做的诗就不行了。慢慢啊，就这邪思出现了。
至今日的诗则诗无证。现在人做的诗啊，都是写啊，没有证的。啊，都是教人啊，升起邪思邪念的。啊，现在的诗不行，诗无证。诗有原则，性情往外发作时，怒也不能骂，必须具备温柔敦厚，发怒也不能超过必要程度。如某人不好，但说三四成，其余保有他的脸面，使他能改。那这个以前人啊，心里有情绪不好不满，啊，做这个诗啊，来表达。啊，纵然生气啊，那也不能去骂人啊。啊，透过这个诗啊，来发泄啊自己的情绪。啊，纵然发怒也不能超过了必有的程度。啊，生气了也不能太超过。如果我某某人不好，给他说三四成就好，也要给他保住他的面子，啊，使他有机会能改。啊，这个也非常重要。诗言志，诗是什么呢？表达我们的志向的。心有事，口便说话。啊，我们心里有事啊，那嘴巴就会说话了。啊，不许你口乱说。啊，但是呢，说呢不能乱说，但是没有不乱说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啊，一开口没有不乱说的。啊，现在呢，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呢，那不可能不乱说的。发牢骚改变为唱歌，那个古人啊，这个发牢骚啊，那用唱歌啊来发泄。啊，工作时也有唱歌，如铃歌等啊，踩铃角啊，这个工作时候也有唱歌的啊，采茶歌啦等等。文人咏诗隐秀，没有不唱歌的。但是过去啊，有些传统话啊，所以他唱那个歌啊，也疏解他的情绪。啊，人生心情不好啊，疏解他的情绪。这是古圣先贤啊，以礼乐治天下。那么佛门也不例外，以戒约束牲口，儒家以礼约束牲口。以乐调也心情，啊，那我们佛家以戒约束牲口，以唱念呐，啊，来发泄、疏解我们这些不平的情绪。今日的百姓不唱，因为阳歌不会，警察又禁止。啊，这个现在的人不会啊，那么西洋的歌曲啊，那也不会唱吟唱中国这种圣贤制定的诗歌啊，西洋不会。那么如果会了啊，那唱了便满腹气消啊，啊，唱了之后啊，把你这个心中郁闷呐，那个情绪啊疏解。啊，如果现在呢会唱诗歌啊，学这个也是很需要的啊，贤学纯诚嘛，啊，印光祖师讲的啊，现在呢那个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就没有了啊。现在为什么忧郁症、躁郁症那么多呢？遇到心不平的事情啊，郁闷在心里，他没有办法。让它发泄出来，好像那个水沟啊，塞住了、堵住了，啊，没有给它疏通，
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古代有采诗的官，一地有一地的风俗，诗歌都不同，所以说是采风。采风就是那边的风俗啦，听听那边唱的歌，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情，人情世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有什么要表达的。啊，像我来到日本啊，如果你们会唱啊，啊，那听一听你们唱的，我就知道你们心情如何了。啊，这个叫采风啊，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情。这种诗为国风，这个国家地区的风气、风俗。啊，从这个唱诗唱歌，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盛衰存亡。他唱的什么歌，什么内容？那我们学习这个传统文化，你到一个地方去唱，听听啊，他唱的什么歌，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呢，是会兴盛，还是会衰败？啊，是会存下来，还是会亡国？就知道了。唱再配合乐，更和平。为了疏泄性情，啊，这个唱啊，如果再配上这个乐器、乐章啊来演奏，那这个唱下来更和平。那这是为了什么呢？疏解、发泄啊，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情绪啊，我们不平的情绪啊，你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啦，啊，用这个，啊，来发泄，来表达你的情感，啊，让你这个心啊恢复到和平。啊，采取各国风谣后，并非全部要，而是显其中温柔敦厚之。一显之便定下了，就是雅。来到各国啊去采访，啊，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有它的风俗，有它的民谣，啊，有它的民谣。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民谣啊，也是很多种啊，你学了这个礼，学了这个乐啊，你就知道了它是属于哪一类的。那么你要选择啊，选择比较好的啊，选择其中呢比较温柔敦厚的啊这样的歌。啊，一选择便定下了，就是雅。啊，像现在我们中国这个茉莉花啊，这个歌啊，我从小就听了啊。那现在呢，连川普的孙女都会唱了啊。那这个歌啊，像在世界上啊，普遍受到喜爱。啊，那这个歌呢？这个有温柔啊，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但是这个要学这个诗啊，学如老人啊，有诗集啊，啊，如果将来大家有想要学啊，啊，我去找这个台中的这个跟学如老人学诗这些老师啊，啊，来日本教大家啊。那是传统的，
啊，他没有学过啊。那么雅则正也，雅就是文雅的雅，雅言啊，诗啊，书诗礼乐皆雅言啊，书经诗经礼记乐记都是雅言。孔子都用文化，文化就是文言文啊，也都与本国有关，风俗各国，所以学诗可以心观情愿。那这个学诗啊，可以看到个人的啊，他的心情啊，他要表达的志向啊，各方面的。再进一步是颂，颂扬赞叹，祭太庙用颂，达到立国的目的，只能赞叹。如吴季札《观韶乐》说：“观止啊，这个是祭祀，祭祀用的。”啊，祭祀用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歌功颂德了啊，他不好的你就不要提了，他对国家社会有奉献的，就赞叹他那个功就好了，啊，那个过你就不要提了。啊，歌功颂德。诗有三种题材，方法也有三种，兴以他事引起此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知道为何要做此诗。啊，这个诗有三种题材，方法也有三种。这个兴这个字啊，是以他事引此事。啊，以其他的事情啊，啊来引起啊这一桩事情。借其他的事情来引发这一桩事情。那么言者无罪啊，那讲的人没有罪，闻者足戒，听到的人啊，他知道啊，警惕了，啊，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诗了，啊，做这个诗的用意在哪里，啊，在提醒我们。父直言其事，如观居士心而富。啊，这个赋啊，诗词歌赋，这个赋啊，就是直接说了，啊，直接说。那么这是第二种题材。第三呢，笔不直接说，啊，却都是自性情发出，啊，他没有直接讲，啊，赋是直接讲的，啊，那么这个心就是以他是引起此事，啊，这三种题材。诗有六义啊，一风言贤圣至道之一化，二雅正也，雅就是正，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啊，作为后世啊一个榜样啊，一个典范。三颂啊，跟这个诵经的诵一样的，龙也，诵经之德广以美之。这个就是颂，就是赞叹的意思。兴见今之美，贤礼媚语，取善事以欲劝之。啊，这个兴啊，看到现在呢有什么好事啊，那么取这个善事啊来比喻啊，来劝化大众。无父扑也，直扑成心之正教善恶。那直接讲啊，这个就没有借用其他的。就直截了当的讲。六呢，笔见今之事不敢赤言，其笔类以言之，笔就是比较了，比较这个笔啊，就类似的，取其他类似的，那也不敢直接讲啊。啊，你看到某某人有什么不对啊，啊，那就讲其他的人。啊，让他去反思，啊，没有直接讲。风雅颂者，诗篇之意体；赋比兴者，诗文之意解。啊，这是以上啊，这个六义啊，诗有这六种意义。下面呢，这一句立于理，七情往外发，
如何都能终结。那我们喜怒哀乐发作了，那怎么样让它能终结呢？啊，我们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终结呢？那这就要定一个理，一个标准。啊，我们依照这个理，啊，那就终了，就终结了。立于理，在礼节规矩上站立得住，平常人才能站住。要达到平常态度，非礼不能办，不正常人不能立。所以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师引导，以礼齐之。师是引导我们走路啊，正道的。那么以礼来当规矩，齐就是整齐的意思啊，以这个来看齐啊，这个是《论语》讲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若以正行，则不当人是人，礼是恭敬大家，见人不合理，最多说说而已，这是君子小人的分别。那道之以正，齐之以行啊，正就是政治，定了很多法律来规范，人民犯罪了，抓起来判刑。那这个叫现在呢，都是讲这个道之以正，齐之以行啊，就讲法治。那法治呢，就不是把人当人看了，把人呐、把所有的人呐、都当作有犯罪嫌疑的人来定这个法律。对人呢、不恭敬了、那礼是恭敬大家呢，就尊重你啊。你是圣贤呐、如果你自己违反这个礼，那你圣贤君子啊，你违反这个礼啊，你就变成小人了。那你自己自甘做小人，对自己啊是很大的羞耻。你是讲这个是尊重人的，尊重你人格的你违反这个礼啊，那你自己不尊重你自己嘛？那不是别人啊定个法呢，去约束你的嘛？是你应该啊，都必须要这样做的，这样做是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不能就变成小人。臣礼乐立住礼还不行这个礼还有乐来补助立住礼国家祭天祭太庙，凡是行礼，行礼就要奏乐，礼乐配合，乐为主体，诗是乐的词，礼是乐的动作，还有舞蹈，所谓不知手之舞之，足之，陶之。那这个我们在祭祖就可以看到但祭祖现在呢没有这个舞蹈了这个过去都有这个以后有因缘还是要多方面请教人学习。所以礼要有乐，礼乐要配合。行礼就要奏乐这是举出祭祖，那其他方面呢也有礼乐互相来配合所以圣人他以礼乐治天下不是法治，是礼治。臣礼乐是臣礼性，性情就成就温柔敦厚，这必须日久天长的熏习，不是一时能办到。当然要成就这个也要学习长时间了我们敬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长时心修这个不是短时间可以熏习成的学习传统文化呢也要长时学不是学个三天五天就行了。礼乐不行了才有刑法兵事如果这个礼乐呢能推广，
这个世间啊，这个世界上啊，不用军队，不用警察了。那礼乐呢，不去实行这个礼乐，那才有呢刑法，定法律啊，才有兵士，就是军队。因为大家不讲理嘛，啊，不讲礼乐，不学礼乐，那才有这些东西出现。那这些东西出现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世界就不会和平了。啊，讲世界和平啊，那是一个理想，那不可能。啊，要世界和平啊，必定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礼乐。啊，这是英国汤恩比教授讲的话。古时候一上学就念诗，诗虽是教文学，文学还不是主要的，风雅颂、心赋比都是圣人的道理。啊，这一段呢，啊，写入老人啊，讲到此地。那这个才是其中一段啊，我们听起来好像蛮多的啦啊。你看呢、啊，这里印光祖师讲了“贤学纯诚，顿伦尽分”八个字，这个八个字啊，啊内容啊深广啊无边呐、啊。所以我们没有去学习这个传统文化，那祖师这样讲，我们听一听，我们不懂啊。那怎么样贤学？怎么样纯诚呢？啊，所以啊，我们这个要贤学纯诚，顿伦尽分啊。这个写如老人这个常理举要讲记啊，我们要学习。啊，如果大家呢有意愿要学习啊，啊，我们再来安排时间呐、啊。啊，我带大家来学啊，我也要学，我也不懂啊。啊，但是如果大家很踊跃啊。那我这个带动的这个士气就会很高啊！如果大家呢都不来啊，剩下我一个人啊，那只能关在自己房子自己学啊，这个士气啊就不会那么高。那么学这个呢很管用的啊，学个礼啊，就是通达人情世故。啊，这个常理举要啊，啊，写如老人讲啊，是《礼记》当中九牛一毛啊，沧海一滴啊，那这个一滴我们都不会了，那你还能会什么呢？啊，我先从这个一滴啊，一毛先学习会了。这个常理举要讲记啊，写如老人讲啊，我们能做到十分之一啊，念佛往生就有把握了。哦，那我们念佛人这个是最关键的，其他我们不重视啊。那这个要特别重视了，啊，跟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有关系的啊，那这个我们不能不重视。那么我的学习啊，也要依靠大家，所谓依众靠众嘛。啊，如果大家呢不来学了，那我也可能会懈怠了啊，或者做其他事情啊。如果大家都来了，坐在那边，我也不好意思啊。啊，这个就是依众靠众。这个常理举要非常重要啊。那里面呢、啊，我指出那一天我来日本之前呢、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联合报登的啊，说大陆啊有两个游客到德国去旅游啊，这个在德国国会前面呢、啊，比那个纳粹的手势拍照。被抓起来啊，罚500块欧元，差一点被关起来啊。那这个呢，就是没有学常理举要啊。啊，常理举要啊，有一条啊叫礼行啊，礼行啊，就是出门旅游啊，要学常理举要啊。啊，这个常理举要有一条讲啊，入国问津。入境问俗，入门问会，啊，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呢，
问他们有什么禁止的，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到一个地区啊，要了解一下呢当地的风俗民情，有一些事情啊，在我们自己国家这个地区可以，在其他地区就不行。到人家家里啊，要知道了他们家里啊有什么避讳的，这个也要知道。所以呢，这个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我也捡起来啊，这个就是没有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入门问讳，所以犯了这个问题。因此啊，学这个常理举要啊，非常实用。那么玄学纯纯顿轮尽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尤须明白因果，自行发达。那这个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内容啊，这个讲得很简要啊，内容啊深广无边啊，我们要发心啊深入来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和尚，不为礼。
上。阿弥陀佛。恭送维诺及乐众法师。